在大学期间就相爱的陆毅跟鲍蕾一直是娱乐圈中的模范夫妻，令人羡慕。除了在活动上经常夫唱妇随的携手出席，在私下默契十足的两人也经常通过微博互表爱意。在拥有了宝贝女儿之后，一家三口继续上演温馨甜蜜家庭生活。之前一向低调处理家庭生活的陆毅在微博上晒出携妻女一家三口出游照片，爱女贝尔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镜头感超强的她与母亲鲍蕾一同戴墨镜扮酷，更与爸爸陆毅配合默契共同制作蛋糕，画出一家三口温馨画像。外出游玩时像个小大人一般独自拎着小筐采摘，小模样十分惹人喜爱。当年鲍蕾被称为上戏第一美腿，如今小贝尔不到5岁的年纪已是出落的身材修长挺拔，俨然小美女一枚。